然后从2018年站出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年，那3年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也是非常难以复制的3年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不管是从去年12月2号还是今天，就是我相信大家愿意和我站在一起，也是因为我们彼此有共同的感受，我们愿意去。看哪边，别在这站道上，我们愿意去感受彼此的感受。一个人好了，那别人都站道。一把收脚呀！一把收脚，一把收脚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财产。你什么法？你什么法？